假期的真相。你以为你大概率会去撸铁，其实你大概率会去撸串。团购套餐吃到爽，就像美团走逛之中。美团十一逛吃逛之中。假期的真相。你以为你只能游山玩水，其实你还能在酒店玩水，订特色酒店民宿，随时随地微度假，就像美团走逛之中。美团十一逛吃逛之中。假期的真相。你以为你能在 KTV 唱一宿，其实你得排一宿。 KTV 预订必留房，就像美团走逛之中。美团十一逛吃逛之中。假期的真相。你以为你的厨艺很行，其实你点份外卖就行。您好，您的美团外卖到了。随时随地享美味，就像美团走逛之中。美团十一逛吃逛之中。